哎呀，我这边不排队。就这么说，没人上这边来。那东西叫冰箱贴，你知道吗？耽误两分钟吗？哎，得吧，感谢大伙儿吧。嗯，这个礼物送点就得了啊。哎，虽然说都不值钱，是啊，别挑了，不挑，其实图个热闹。哎，甭管送什么，是都是大伙儿对我们的一番心意。哎，您赏我们饭吃，我们当然心里高兴了。哎，有人说了不送这些东西，我送你个花生米，送你个瓜子什么的，不也挺好的吗？对不对？当然送上来可以扔啊。可以扔吗？但是他们也不敢扔。你都没买瓜子儿，你都怎么没买瓜子儿啊？那太贵了，太贵了，没钱，没钱。现在都认了，你说不能没钱，求。不是，网上扔瓜子，不听话呢？你怎么？这是你吃，不是让着网上扔吗？这是你吃剩下的吗？这是都刻过的，都刻过的。你闻一闻有没有毒药味儿啊？感谢啊，送什么都行。是，哎，听相声图一乐的事儿。哎，刚才二位说了一段，对了，这不容易啊。嗯，这是一个绕口令。对，绕口令呢，这个跟相声演员的基本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。哎，这就是我们基本功之一，对吧？哎，这个跟那个咱们背的那些贯口啊，啊，对对，什么都是一样的。哎，得背。是，堂堂堂堂堂好几百句，不加思索，脱肛而出。你这玩意儿，这个多疼啊！这个跟疼有什么关系？那叫脱口而出。哎，都一样。不一样啊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脱口而出，背去。两个人说的不错，下去休息休息。对，这场又把我们哥俩给您更换上来，换我们俩人。今天来了很多的老朋友，哎，有很多的新朋友，是到这齐聚一堂，哎，听听相声。对，这都摆着照相机，嗯啊，都录着呢吗？现在录着呢，全没有啊？啊，没录啊？都没录啊？那谁录就可以随便说了是吧？谁上来时候录啊？你然后我上来的时候录，然后这边告诉我没录。你们有仇自己下去打架去啊，跟我没关系啊。嗯，有录有没录的，所以咱说话得小心，是吧？行，那既然有录像的呢，我们就尽量放开一点说啊。你们想听什么呀？今天不能播的，不能播的哪段能播？哪段也播不了，十八禁的。十八摸，很暖的手。哎呀，想听唱是吧？今天想听唱是吧？来一个，来一个。十八摸能唱吗？能。你来两句。好。你来北京版的，就唱两句。不是，等会儿，十八摸就是不是啊？因为我十八。他不让摸，对，所以你怎么知道他不让摸？你们这些个女色魔呀！后边这些男观众都看傻了，十八摸，还是女人说的，
跟你说，现在啊，提醒后面好多新来的朋友啊啊，包括今天，当然很后面很多的新朋友都是旅游来的啊，有可能。您要是能多住几天最好，怎么呢？一定要多来德云社的剧场，多听啊，因为现在德云女孩太疯狂了，她们太多了。你们要但凡有单身的上那儿选一选，我跟你说，但还我问他们可能就奔着演员来的，知道吗？对，不是我说大哥，大哥奔着演员来的。你有这爱好呢？我说的是这帮妇女们奔着演员来的。哦，那没毛病。我说你说看大哥呢，谁看他？你没事，可以看。你这一说，好家伙，大哥奔你来，后面我看好几个乐都不行了。您的眼神也追了，怎么都有桃心了，都是。嗯，小春这意思，桃心不能在眼睛里。那应该在哪里？脑袋顶上。你不要说师傅，谁说的？不要说师傅，我们的师傅大伙都知道，是我们的恩师，是郭德纲老师。哎，郭老师，昨天在三里屯刚唱完戏，哎，兄弟也去了。确实，我师傅现在谁都认识他。对，你中国人一提郭德纲，谁不熟悉？都知道。你别说中国人，你到国外啊，到国外谁不认识他？啊，都认识。一提 Small Black Bag 都知道，对不对？哎呦，我怎么想到这个词儿里了？哎，有才啊 ！Please， 虽然四级没过，但是我上过大学。I don't know。不是，我就让你翻译一下。翻译一下，翻译不用翻译，大伙都知道。Small 什么意思？小。Black。黑。Fat。胖。编起来。小黑。这是你们说的啊。看出来了吗？我不上这个道，知道吗？真是都让我说，真是不尊重我师傅，挺好。因为谁不尊重？这是你说出来的。那他们翻译的。哎，确实，我师傅确实不错。哎啊，到国外剧场演出去，哎，剧场爆满。之前我师傅就在这个剧场火的，当然也有不愿意听的。一提我师傅就走。你找不着我师傅，你干嘛去了？头都不回就走了，上厕所去了吧？去试试啊，不愿意。干嘛去了？给你买饭了。做饭去了。做饭什么包袱啊？不是我发现我们现在的这个，我发现我们现在太难干了。有的包袱我们真不知道啊。现在我跟您说，这各位啊，现在真的，现在我们一上场啊，这个观众众口难调，哎，这个口味，你说一上来你不聊会儿天吧，嗯，也不行。你把我师傅现在坑王驾到也是，上来先得说点闲门，哎哎，聊一会儿再给您说点相声。而且其实有的东西吧，咱真不能说不知道，为什么？确实不知道。你要真说你不知道认识谁是谁，微博底下他骂你，知道吗？我什么都没说啊。我就不认识李九重，是不是？他就不骂我了。哦，你说的是那件事儿。哪件事儿？不要诱导，不要诱导。哎，我说我不认识李九重，没事，因为他没有粉丝。行，整点怪词。我去你的！你吓我一尿。什么玩意儿这是？哎呦，吓我！你说这确实有的时候吧，这个。我们这些个演员头场啊，可能我们赶不上，或者我们在后边聊天，他们说什么我们真不知道。是，确实是不容易，因为有时候我们来的也晚。哎，头几场我们正聊天呢，是聊着天，他们这几个废物在台上就废物，好家伙啊，怎么就废物了？确实，这几个畜生，我跟你说，他越说越过分了，我必须制止你了。凭什么？什么叫畜生？那应该呢，孽畜。这其实就能看得出来，哎，德云社后台这些个演员是很团结的啊。哎，这就别说团结，在一起玩的都特别的开心。那也是挺开心的啊。这别闹了啊，因为今天还有来了很多的新朋友呢。是，咱们聊聊说说笑笑，哎，该说相声还得给您说相声。嗯，其实说的什么意思呢？啊，是演员站在台上啊，啊就是这样。是，包括我们哥俩，有人都熟悉，知道我叫什么吧？不知道。
我不是要现原形啊，别拿着这个，嗯，干嘛呀？无意无意。那倒没有这个必要，这么多人送我东西，不知道我叫什么，我感觉，哎呀，我感觉刚才我自己不乐一下的话，我就尬死在台上。送完东西还不认识，可能他们是送错人了。是不是没见过演员死台上？没有。是吗？来了，来了。哎，做饭回来了。炒的什么菜呀、啊？你捂着脸乐干嘛呀？怎么了？我放屁了？我这儿啊！现在这乐，你好好乐。你看人家这几个妇女，哈哈哈哈，你说这种状态，他一乐，你这样干嘛呀？他一转过来，以为我放屁了，对不对？你看他还捂着脸，他是为了给你看那手机壳。我去你的，你给后面看看。他写的什么三个字？叫什么？不认识，看不清楚。你也不认识，那我们也不认识。老占便宜啊！别闹，要乐就放开了乐，别老那偷偷摸摸不乐。后面都不明白怎么回事，所以你得重复一下，来念一下，快！别闹，他那手机壳上写着一个叫爸爸。哎呀，你都要把房顶子掀了，你这是？吃饱了吗？你们？不是，我跟你们，他们刚才答应声太大。孙子，那不答应了你，占我便宜，没听说过。啊，你说这意思，咱们这时间有限，哎，后边一会儿张九南还得上来呢，哎，是啊，他比我疯狂，哎，是不是？你别着急，一会儿他上来，我这人属于什么？因为我这性格呀，在台上有时候我也喜欢那跟你们闹闹闹啊，跟你们互相怼。但是我这有人粉丝给我提过意见，啊，说你长这模样，你老怼我们，你显得你啊不好。所以后来我就属于那种被怼式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们怼怼我还是挺开心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嗯，行了，然后一会儿让我爷们上来报仇来啊。哦。这话也就你们听得懂啊。嗯。都胡说八道。都胡说八道了。介绍一下自己啊，哎、我叫关九海。啊。谢谢。德云社九字科的一个小演员，小学生啊，学的年头也不多，说的有什么到不到的，您各位多多的包涵，您多原谅，这个也不是外人，是我兄弟，哎，张小白，是我啊，我们，谢谢，你个臭捧哏的，鼓什么掌？捧哏就捧哏，怎么还臭捧哏？不值得您的掌声啊！确实是，为什么有人捧你？你为什么？你看骄傲了吧？乐乐了，哎，那嘴咧的，嘿，你我都看见你裤衩那花了，我都。好家伙，谁哪儿？你甭乐，知道了吗？有人捧你，你也别骄傲。知道了吗？张小白确实是，您别看各位啊，张小白这是我师弟，哎，但是咱站在相声舞台上，你不分这个哦。怎么说？你无论说台上的艺术，还是台下的做人，怎么样？各方面人家都比我强。您这话说的对。你看，哎，他就是这么谦虚。对，今天甭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，为什么能来这么多人？为什么呢？都冲你来的。不可能。对。太干了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笑话，不可能都冲你来，保不齐有那么两三位，嗯，冲你来的，人家愿意听相声，是，相声就是这样，哎，你言我一语，有人说了，老拿这个捧哏的啊啊开玩笑说这这个那个的，就占人便宜，你说这是真正发自我们内心想占便宜吗？是吗？对。哎，我觉得我站这儿没有什么用了，你不是你得给他们一个麦，知道吗？别闹，你还得说，有时候他们接不上。哦，你看，好，确实是，都是这样。为什么呀？我们有一个老话，怎么说？老话怎么讲？怎么讲？台上无大小，嗯，台下立规矩。对，哎，台上我们哥俩啊，开玩笑说张小白，你是我孙子，哎呀，你孙子，我是你祖宗。不是，我就说这意思呀。怎么意思？干嘛？没完了。就类似于这种开玩笑啊，这是台上。哦，台上无大小嘛，嗯，到了台下，各位可绝对不允许这样啊！台下就反过来了，不是，不能反过来。没有，这我没想到啊。我说台下反过来的意思是台下就得规规矩矩的，不能开玩笑。对，你比如这我师弟吧，我处处都得让着他。哎，这上台演了半个小时了，嗯，都累。是，一到后台了，嗯，有水了，师弟啊，你先喝，让我先喝，对吧？哎，有饭来了，嗯，到了晚上，师弟，那，你先吃。那是啊，这腰都累。你看，毕竟我们这些老上夜班的人呢，这比什么着啊？咱们这叫晚班儿。
哎，都一样。啊，那都不一样。什么不一样的？不太一样。那有什么不一样的？反正服装可能不太一样。你别管那个，你说这意思，咱们上晚班。哎，晚班。上晚班，有时候你像我们这老晚上出来，一站站一小时说相声，确实累。那当然了。到后台有坐着，师弟，嗯，你先坐。让我坐着。那咱得有规矩。是是。包括走大马路上啊，对面来一大卡车，嗯，师弟，你先往前走一步。啪、嗯！就是让我先死。哎，然后拉着他就给送肉联厂去了。什么叫肉联厂？嗯，就说呀、啊，咱们得有规矩。哎，规规矩矩的站在台上，尤其来说说相声以说为主。对，尤其这个说话来说，我认为是最有规矩的了。哦，有什么规矩？您看啊，啊，今天来了很多的这个都是前辈，您各位都是长辈，比我懂得多。哎，您看我研究这有没有道理啊？您说说，说话有什么规矩呢？您来，未语先观来意。哦，出言要顺人心。见人矬瘦，见物增价，这都是规矩，是吗？我不知道你在这方面有没有研究。我是没研究过。这个话对对得很好啊，是是。嗯，你要问他们，他们说我研究过。我跟你们讲一讲啊，你看我说的没有道理啊？您说说。先说这个见人矬瘦。哦，这什么意思呢？你要在外面说话的话啊，你要看见年龄大的人，嗯，一定要把岁数往小了说，你这样聊天，人家听着高兴。哦，是这样啊。对，嗯，我给你举个例子怎么样？哎，好好好，你来。你听听听我这个啊。哎，好，我们学习一下。这个比如说啊，好，走在大街上，你们老乐什么呀？听相声不许乐啊。买票了，随便乐。你不用，我隔着你。隔着不过来啊，隔着不过来，没事，我下去隔着你们。来我不敢，我怕你把我玩坏了。把你玩没电了是怎么着？听着啊，听着，举个例子说，比如说走大马路上，嗯，你看您老大爷，哦，你聊两句，你看啊，嗯，你把这岁数往小了说高兴，哦，您来了，哟嘿，老大爷，您这遛弯呢？哟嘿，您高寿了？八十了。八十不像啊，您这气色我看也就六十出头啊，这精神气色这么好，我跟您说活到一百没问题。老爷子一高兴，八十岁老头啊，呵，小伙子真会说话，把我闺女许给你吧。你先等会儿。老爷子八十了，他闺女也得五十了。白给他就要。他八十，当我奶奶都有后援，因为毕竟作为我们零零后的相声演员，别闹别闹，确实这个姿色也不像零零后了啊，确实一零后的相声演员，我刚九岁，你知道吗？一九一零后，一九一零后，别闹，八零后了啊，真懂三年生的人，你算的还挺清楚，多新鲜，就没占着便宜。就说这意思，你看啊，年龄你往小了说，嗯，老头一听高兴，哦，心情好。反之，哦，不像话了。哦，反之怎么不像话了？你看老头了，嗯，你出门见他了啊，嘿嘿嘿，老帮子，这怎么说话呢？这还能遛弯呢？那身体不错呀。哎，今年多大岁数了？八十。八十大了，一百八了吧？你看那脸色跟青铜器似的。我跟你说，哎，你就搁现在二十一世纪，你搁秦始皇的时候，六十不死就活埋呀，嘿，你都埋了二十年了，你，哎呀，哎呦，你这脸色，你赶紧回家躺会儿去吧，啊，没准今儿个晚上一闭眼呢，啊，你就过去了，过哪儿去呀？你说完这话，你再看老头，啊，拿起拐棍，我打死你，他准追你，这闺女也不许给你了，对呀，没媳妇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见人矬瘦啊，还有见物增价，这又怎么回事呢？看见人手里面拿什么玩意儿啊？啊，你把价格往高了抬。哦，得往高了说。聊天中都这样的，是吗？出门碰见一个，比如说咱们同龄人啊，看您二哥，啊，哟，二哥，哦，您手里边拿一什么玩意儿啊？什么呀？哦，我这刚买核桃，嚯，这核桃多少钱收的？2000。嗯，这么好成色，2000块钱不可能吧？我上回看一个比您这还差，20000没给我。真2000，兄弟，拿着玩2天。别，没您这么好的福气，您留着玩吧。你看，你这价格往高了一抬，听着高兴。哦，他高兴了，对不对？包括他们今儿举这相机，手机，这手机多少钱买的？多少钱买？啊？2块。2块。哎，我给你10块，你给我包圆了。
对，我也这么想的。两块钱就说这意思，你手机比如人说五千块钱，你跟人说一千就不高兴了。哎，包括那二哥也是，人家提这个，你把价格往高了抬，你要反之也不像话了。反之又是什么情况？反之他正出门拿着核桃溜着弯呢，我碰上了。哦，嘿嘿嘿，二哥，没事呢，吃饱了撑的，跟大街上抖什么骚呢？跟那儿。什么语言呢？我就这么聊天啊？怎么着？这有多动症？这是拿什么呀？我这拿一核桃啊！你这核桃呀，让我看看。哎呦，还没我妈体内肉丸子好看呢！多少钱让人骗的？什么话？我这两千拉倒吧！你上我们家门口看看去。怎么着？就你这玩意儿，五块钱两吨。我先扔你100块钱。你瞧这模样，长这丧样，滚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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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这么聊天的？你这话还没说完呢，你再看二哥把枪掏出来了，我打死你，你信不信？好，这二哥是张作霖啊，我枪呢？张文这这样哈，没有这样，我学谁都挺像的哈。我说我枪啊，再学还学谁？你这怎么？严鹏，严鹏，严鹏要犯这种情况就。别老来这，别学这。有时候有时间的呢，给你们好好学几个啊。有时候这意思，哦、见人搓手，见物增价。哦，这是这意思。这是我研究的规矩。哦，包括来说啊，怎么着？往大了说，嗯，比如说，如果咱们待的地点不同，啊、有的地儿话多、啊，有的地儿则话少，是吗？嗯，都是这样。哦，您来，您看啊，比如先说话多的地儿，话多哪儿？饭馆话多，饭馆。对了，哦、现在吃饭不会说你点多少菜，为的是交流。话越多越显得这哥俩热情，是都是这样的啊。咱学学，你不信肖白咱俩来一回。哎，咱来了。好比说这个就是饭馆了啊，这是饭馆了。你呢、嗯、在这正吃着饭呢。好，我无意中推开门一抬头瞧见你了。可以，咱们哥俩聊一聊天，嗯，还原一下这个场景。哦，你让各位看看这话多不多。没问题啊。哎，咱来了，看看我研究。好好好好，要吃饭啊。嗯，你吃啊吃啊，饭给他也吃、啊。你都忘了，你们自己说的包袱都忘了。我吃这个怎么样？哎，你吃这个，这个。去，咱作比成样，作比成样。来，放哪儿去？哎，你搁这啊。好，你这吃着呢啊。扭扭弯的，好好的来，进入剧情啊。哎，进入剧情。哎。下意识动作老老的。你们家饭馆见着熟人是这样的？不是，那你保不齐万一今儿反胃呢？我知道你吃，万一你喝豆汁呢？我不爱喝豆汁，对不对？换词。行行行，不好好打招呼会不会？早安。他们逼我。看你的表现。看你随时看你的表现。张小白，关九海。哎，您跟这儿吃呢？这儿吃呢。见天这儿吃吗？见天这儿吃啊！我还跟您说，每天下了班就这顿，我准这儿吃。哟，您怎么不家吃去呀？您看这都几点了？嗯，他们娘俩跟家都吃完了，我跟外边随便吃点就得了。来来来啊，咱哥俩坐一桌吃。干嘛？该走了。你干嘛走啊？我吃完了。别走，别走。怎么着？找我两口热的。哎呀，不用了，喝点稀的。真不用了。给你点瓶啤酒。哎呦，还点啤酒？我这真藏的，嚯，82年的哈啤。那还能喝吗？你不喝呀？没法喝。改天咱家去、哎。改天上家吧。回见您的。哎，得嘞。您看了吗？嗯。话多吗？不少。闲多吗？没有。是不是让各位一听，显得一看，咱哥俩关系近，热情，话多的地儿。哦。哎，有话少的地儿啊？话少的地儿，厕所。厕所怎么话少？厕所脏啊。嗯。谁进厕所，他一脏就没有话。是你，当然我说的是男厕所啊，我也没去过女厕所。那我怎么从你眼神看见马赛克了呢？就说男厕所，两个大老爷们一见面，嗯，各位您看都是这样的啊，俩老爷们一见面，这看这个，嗯，这再看这个，啊，别学那么仔细啊，妇女们不懂，他们比我都懂，这谁呀？好好的，不是您这也没说，哎妈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没什么意思。我嗑瓜子跟上厕所有什么关系？你这是打厕所拿的。没，
您这没说话，这本来就没话呀，说两句呀，多说两句呀。啊，行，多说两句。这看这个啊，哈哈，那个带纸了吗？知道吧？瓜子吃吗？成年人你真没带，我也没带。我有个主意。什么主意？晾干了再走。拿一扇子啊，跟这儿赶紧扇。哎呦，我估计三秒。那就是干不了那个。怎么了？没听说过。那个地儿就没有话，您让我多说就是为难我。这俩人一看关系就不好。我还告诉你，啊、亲哥俩也就这样。亲哥俩就得多说话。没法多说。说多了才显得热情。不可能。你这样，哎。你把那个饭馆那套话，嗯，搬厕所说来着，显得俩人关系好。明白你的意思了，哎，饭馆那套热情话搬到厕所去，显得哥俩关系近。对了，这是你说的，我说的，咱们再来一回，重新来。好比说，这就是厕所了，这改了厕所了，行吗？好，我推开门，嗯，刚蹲下一低头，啊，瞧见你了，看见我了。哎呀，我去。张小伟，哎呵，还仰泳呢？谁仰泳啊？注意呼吸。呼什么吸？我掉坑里了是吧？我这不一低头瞧见你？别低头啊！那应该怎么办？您回头。我。那这个词语是应怎么着？回头啊！我刚蹲下。啊。兄弟，你站我后边干嘛呢？你这是不是个变态？谁变态呀？各位，我这都脱没了，他在后边看着我。没有这个爱好，那不完了吗？哪有蹲后边的？他那一回头啊，一歪头，您就说一侧脸就完了，就一侧脸，刚蹲下一侧脸，来，哎哎，张小伟，关九海，您这儿拉呢？俺这儿拉呢，天天这儿拉，啊，天天这儿拉，啊，我还跟您这么说，每天下了班就这一抛。准这儿拉哟，你怎么不加拉去了？您看着都几点了，嗯，他们娘俩跟家都拉完了，我跟外边随便拉点就得了。来来来啊，咱哥俩蹲一坑拉。别别别别，这回我蹲你后边。我也快一个，您那儿蹲不下，我该走了。你干嘛走啊？我拉完了。你别走别走，怎么着？着不两口热的。去你的吧。